好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，会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，然后大家一起上课的最后一阶段。那上个礼拜呢，我们世界主任有跟大家讲，我们呢嘉义有有好几个公园啊。那这好几个公园呢，从嘉义公园、树木园到这个都会森林公园，这三个绿色的绿带呢，把它连接在一起，变成了全国最大的都会型的公园啊，也就是我们在都市里面呢，就可以享受到像在森林里面啊。那上个礼拜一，老师也告诉你说，森林对我们都市有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，它是我们都市的什么？我们氧气的提供的地方，我们叫做都市之肺，像我们的肺用的，呼吸新鲜空气啊，很重要哈。所以我们这个都会公园呢，也是这三大部分的其中一大部分。那各位小朋友，那个暑假的时候，你分到的是都会公园的探索的，请举手。啊，这么少人分到都会公园的探索，这么少人，好，来手放下。分到都会公园的人呢，去探索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这个公园实在是太神奇了。那最大的神奇点呢，并不是它是一个森林公园哦，它最大的神奇点哦，从民生东路这里进来，然后呢，走到公园的最底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区域啊，它除了绿树步道、草皮，还有好几个水池。最后走到最后，这里有一个古迹区。这个古迹区呢，竟然呢有两座规模不小的坟墓。那各位一定会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去公园散步，享受阳光、绿草、流水、树木，走到坟墓区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？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怪怪，我的作业竟然探索到后来会走到一个坟墓的地方。好，其实啊，走到这个坟墓会留在这个公园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今天老师就要来告诉你这个原因。那下一次呢，你有机会去的时候，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早上我在想到一件事情，通常我们想说啊，我要探索，我的作业竟然是坟墓，好可怕哦！没有什么好可怕哦。很多人呢去欧洲旅游都会去什么有名的大教堂，那些大教堂的地下室啊，都是那些当地有名的人的长眠之处。记得我到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呢，他说哇，那个地下室都是教宗的坟墓，但是一般人不可以去哦。可是它地上呢，就留有一个通风口，然后下面是亮的，然后大家都一直在那个通风口一直看，生怕没看到那个教宗长眠的地方啊。那所以呢，其实那是一种你什么样的感觉，它就是什么样的样子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用一种探索嘉义这两个坟墓的主人，他到底呢为什么？这个坟墓在公园开辟的时候呢，他还让它留在原处，那表示呢，他们应该是，有某种的重要性。首先，第一个呢，坟墓比较规模比较小一点，看起来呢很古老。这个古老呢，它的留下来的原因讲白话一点，它意思是说，你的家看起来古朴中带有美感，就是长得古色古香，然后而且有美感。好，如果有人这样赞美你的家，你就叫鱼有龙焉。可是这个你家这个家呢，是这一个人的长眠之处，这就是他的家。他死后呢，他就葬在这边，这是他的家。好，他的家。那它被留下来的最大的原因是古朴中带有美感，那一定你会觉得说，古朴看得出来很古老，美感呢美感呢就要靠专人解说了。这个墓园呢很特别的。
的地方，如果你有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是墓园有两根，你觉得这两根是什么？啊？有没有人觉得可不可以想象，如果当你走到这里，看到，哎，这个墓园前面怎么有这两根？这两根是什么？好，你说。大的一种那么垂的东西，意思是说它两根大铁钉在前面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哦，它两根大铁钉，有没有人觉得这两根什么？啊，请说。这是两个坟墓，两个墓碑在这前面，两个其他的亲人。好，来最后一个，请说，你觉得这两个？啊？哦，它是电灯杆吗？挂灯的哈。其实这两根呢，叫做十比十的比，你要看它上面是尖的有没有？啊、哦，这个呢，要有这两根，表示它有一定的地位的人，要有一定的官阶官位，才前面呢。有这两根石笔，石头的石啊，笔你在写字的笔，石笔。好，那这两根石笔呢，啊，立在这来代表它的地位。好，那这是它特别的地方。那待会一路老师介绍的呢，那个官位又更大，它前面的排场就要更多啊。那它官位呢是中等，所以它排场呢。哦、我们都说排场，它的排场就是前面两根石笔，就像有钱人的人家前面有两个旗座的概念、哦、好，他是谁呢？他叫做叶明春，明春呢是他的死后的一个谥号、哦、那他说啊，这个遵循古法，用大量的三合土，三合土就是把三种原料，以前没有水泥，没有现在的水泥。以前要涂这个墙城墙的时候呢，就会拿那个牡蛎的磨成的石灰，加上土，还有一个很黏的粘稠剂叫做啊，你加米糠加土，然后一个粘稠剂呢叫做黑糖，把那个黑糖熬一锅浓浓稠稠的加进去，然后搅拌，因为黑糖很黏，所以呢它就会合起来哈。就会变得非常的坚固。他意思是说啊，在没有水泥的时代，他这些呢，就是用这些三合土造的墓，那它是古墓，非常古老的墓。它古大概什么时候呢？大概是在明朝末年、清朝初年，也就是距今约有300年左右。哇，那这个三合土太厉害了，比那个水泥还厉害啊，还留。留有啊，这个留这么久还保持得这么完整，那这个三合土呢，在各地留下来的清朝的城墙都看得到。例如你去屏东的恒春，看到那个恒春古城，它就是用这个三合土建造而成的。好，他刚刚说他有笔柱，然后呢，他的这个弧线，他的坟墓的这个弧线做得很漂亮。因为这个弧线呢是要靠人工去把它完整的现场做的，所以他说哇，这个弧线的弯曲很漂亮，好，所以呢它有文化跟艺术的价值被留在这。好，那它被留在这的原因原来是它长得很漂亮哈、哦，那很漂亮以外呢，表示这个人在300年前他可以造一个这么漂亮的坟墓长眠于此，他应该呢是一个。至少是要是一个有功劳有贡献的人。那这个人呢，他们的家族在很远的住在嘉义，离嘉义是有一点远的地方。好，这里是蓝潭啊，这里是文雅街，文雅国小在这里。然后呢我们下去哇，来到热闹的嘉义市街道非常的，然后呢一走来到过了路桥，来到北港路，然后往高速公路的方向一直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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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里是高速公路嘉义交流道。
过了嘉义交流道再往前走，这里有一个聚落，这里有一个聚落，这个聚落呢叫做水牛厝水牛厝，水牛就是你知道的那个水牛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聚落叫做水牛厝呢，它的原因可能据说有好多种好多种原因，但是呢它最大的原因就是来这里耕作的时候呢引进了水牛。水牛本来不是台湾原产的动物，它是从荷兰人把它带进来啊，汉人继续呢啊用这个水牛来耕田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很特别哦，因为以前耕田没有现在的农机，所以一定要耕田。这个人啊，这个叶明春呢，他是早期先来到这里拓荒，那个时候这里是一片的荒地，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片的荒地，他们在这里开垦，然后变成一个大的聚落。那这个是他的爸爸哈，这他爸爸呢协助带了水牛来，然后他们的叶家呢就在这里建了一个聚落。好，那他们的后代子孙呢在这里啊，哇，发展得很好。等到这个叶明春过世之后呢，哇，古代人真是太神奇了。300年前呢，这里的街道都是没有，这是一片平坦的，所以他们就遥望东边，这边是东边，哇，看远远的那里有山，山林水秀，是一个适合长眠的地方。他死后呢，就希望来住在这里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大老远的呜跑到东区，然后把这个他们的先人呢给葬在这里。啊，那除了他把他们的先人给葬在这里，他们这个社区又有一个好神奇的庙哦，这个庙叫做，有没有看到字？牛将军府。哎，这个庙是拜祭祀什么的啊？牛哎，哦，所以他们好感恩，要不是有这个水牛，他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安居乐业，所以他们有那种饮水思源的啊，假归祭拜求桃的那个观念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是如果你爸爸妈妈家人带你们来到这附近，你就会看见那个路灯上面就有牛的那个造型哦，啊，牛的那个造型，这里叫做追牛处。好，那这个墓呢，就代表这个墓留在300年前的墓留在这，代表说哦，老早在300年前汉人就来到嘉义这个地方开垦了，所以呢，它是一个重要的古迹。这个古迹证明了300年前啊，就有人来到这里开垦，而且呢安居乐业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个文物介绍到这啊，就是叶明春这个墓比较古早一点，比较矮一点啊，规模没有那么大，不过它的特点就是两根笔直的石笔。好，第二个墓呢就大了一点。好，那他是比较近代一点的人。好，来，我要来考你。我说打开嘉义的什么石？你会不会觉得老师写了一个很怪的字？什么是毛断？头发断的。好，这个名词呢，你现在还会用它，只是改字了。请把它用台语发音。好，什么？好摸好，等一下，一个字，摸。然后呢，我的，好，有人讲出来说什么？摩登。好，所以摩登它的音类似于英文的什么？有人讲出来了，摩登。好，日治时代呢，写汉文。没有写摩登两个字，写的是摩登，表示是现代化。好，现代化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嘉义现代化就不能不提这一个人，林宽敏先生。好，另外一个呢，墓碑比较大的是这个林宽敏先生的家族墓。好的家族墓。那
为什么我要说它跟嘉义的 modern 有很大的关系？这个呢是一个画家渔夫画的一栋建筑物，这栋建筑物呢现在在嘉义已经看不到了，它的现在的位置就是现在中山路喷水池附近的台湾银行。台湾银行的前身呢是嘉义银行，银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事业。啊，当初要有嘉义银行的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些有钱的商人聚集起来，把他们资金啊这个汇集起来，来设立银行。这个林怀民先生呢啊就在这个设立嘉义银行的时候也参与了。银行代表一个社会现代化。这个徐德兴先生其实呢，他的先人就是上个礼拜师姐主任告诉你，在那个公园里面有那个徐德清的进士牌，有没有？是他们的祖先，他们是嘉义的名人哈。好，他参与了银行的设立。好，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做了改良的糖铺，这个是铺，好，一样念作铺。好，古早呢做糖就是叫那个牛来推磨，把甘蔗榨成汁，然后熬煮成糖，这是古早的糖铺。新式的糖铺呢就开始机械化，哦，你大家有看到大齿轮，大型的工厂的样子。好，林宽敏先生呢他也做了这个改良的糖铺，哇，所以呢制糖变成现代化，所以他的第二项摩登的事业啊，摩啊，